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呢是浩田，何文田的一个大型的屋苑，它呢有九栋组成，有1429伙，而且有个大型的会所，有室内外有泳池，啊，而且这是校区房，就是附近的校园的话，大概有十几间，从小学到大学都有。我们大家到楼上去看一看好吗？今天要介绍给你的单位呢，是浩田一座高层的一单位，是一个519尺两房的开放式厨房的单位。因为是高层，景观十分开扬，看到狮子山和九龙塘，咱们慢慢欣赏一下，好吧？大家参观完这个单位之后感觉如何呢？是不是相当漂亮啊？这种单位呢住址很高，十分之抢手，真的很抢手。你有需要吗？打电话给我了，我叫 Justina。